个呢要备注的呢，除了花粉之外，花它基本上其他的部位要写。第一个就是根部叫做 root， 所以加拿大那个英文它不是 root 吗？那个。第二个 stem， 第三 leaf， 第四个 petal， 就是花瓣。只要你抄的就是这四个跟花有关的，那你知道第一个 root 就是根部，第二个 stem 就是茎，第三叶子。要 F， 然后嘞，对，你们这次考试超惨的，记得哦 ，F 要去掉，变成 B E S， 不要再错了，字尾只要是 F 或 E 都一样，都是把 F 或 F E 去掉，然后加上 B E S， 这是第三十个字 ，OK 啦，再来第三十一个单字叫做 safe， 一样，形容词，就是安全。安全第一，我们讲的安全第一，好了吗？所以要写它的名字了。那安全呢？先备注一下，啊，就写在这里，写个一。安全第一叫做 safety first， 我就顺便写它的名字 ，safety not first。啊，句点哦，就什么都不重要，安全最重要，就开开心心出门。再来二，我就要把这三标上对了，上了哦。好，再来下面呢，跟 safe 有关的第一，应该算是二，叫 in safe hands。那为什么 hand 加 s？ 因为有两只手，两只手把它抱得紧紧的，所以这一个呢， in safe hands 的意思呢，就受到陌生的照顾。然后这个呢，你们单字书有，单字书里面就考这个，就有写这个，叫 safe and sound， 就是安然无恙。这个常考哦 ，safe and sound， 上半是声音或是听起来。两个加在一起的意思是完全跟它原本的意思不一样的。这是三分上，可以去翻单字书啊，真的有这个片语，因为国语这次刚好有读到。再来下一个喽，所以呢，写个四叫做名词。safe 本身它当名词的时候就是保险箱，放进去上锁就安全了，有点像武器。最后一个单字叫做 let out， 因为它两个字，所以是什么词？片语。对了，它是可以分的片语哦。为什么现在会特别跟你讲什么可以分、不能分？因为我们到了第六册的时候啊，我们会学到有一课全部都是在背片语，大概40个上下左右的片语。那什么叫可以分的片语？来拉出来写。所谓的可以分，就是变成 let， 然后加代名词，比如说 it 啦。或者是 lamb 啊这种东西，只要它可以分代名词，就只能放中间，这样子叫做可以分的片语。那如果是不能分的片语，那个 it 啦、lamb 啊、him 啊、me 啊，就放后面，因为 let out 不能拆了嘛，不能拆就中间不能有小三呐、啊，一个样子。所以 let out 呢，它的意思就是释放。好，没问题的话，我们的单词这一课总共32个，那我们就先看课本。97页，看上了哈。好，来97页的地方，看了吗？我们先看一遍。Kepler 32. Far away from Earth, a group of people lived on Kepler 32, a beautiful planet. They were happy during the day, but not at night.Because there were zombies living underground. When the sun went down, the zombies came up to hunt people for food. The king of the country led his soldiers to fight back. They shot arrows into the zombies, but they didn't die.They set fire to the zombies, but they weren't scared. After some time, the king and his people gave up. Everyone hid before it got dark, and no one could sleep well. The princess of the country, Natalie, was a smart young woman.
She didn't want to give up. She turned to nature for help and finally found Pollen X. It was safe to people, but not to the zombies because it could kill them quickly. One windy night, Natalie went to a mountaintop with a lot of Pollen X. The zombies smelled her and came for her. Natalie then let out the pollen into the air. In a minute, all the zombies died. Natalie saved everyone.
花粉。那 X 在英文里面的代号其实就是未知，或者是你可以讲无限大。他终于呢，皇天不负苦心人，竟然让他找到了这个 X pollen。It was safe too， 啊，把这个 too 是个对谁而言？对人们而言哦，这个花粉是安全的。确定一下，没错。所以呢，这个呢对人很安全，但是 not too， 啊，把这个 not too 画起来，画到前面。对人类呢是安全，但是呢对这个 zombies 这些僵尸活死的人是不安全的， because it could。 好，这个 could 呢往上画，我还是要提醒你一次，因为这一篇在讲的都是以前发生的事，所以它可以快速定。好，这个 ly 往这个字画，第二个这个 lamp 圈起来往前画，也就是呢如果考试他跟你讲说请问你这个 lamp 指的是谁，你总要找得出来吗？所以呢，那个花粉呢，可以快速的把这些 zombies 给杀死。好，也因为这样 ，the one who is dying， 在某一天月黑风高的夜晚，对了，所以 windy 这个就是有风的嘛。然后呢 ，Natalie went to a mountain top。所谓的 a mountain top 哈，可以等于这个字连在一起。可是记住，因为它是山顶啊，已经是顶了，所以你可以用 up， 你也可以用 at， 就是 up 了。所以呢，有一天呢，他就去到那个山顶，然后他去山顶的时候呢，来把这个维斯拉出来，写个一特征，二长相，三配件，四工具，非常好，特征、长相、配件跟工具。那他呢，在这里，因为他是 with a lot of pollen X 嘛，假设去山上的时候，他随身携带的那个维斯，你可以翻特征、长相、配件、工具，他是他的工具。所以他随身呢就带着这个，然后也因为这样，你可以用 bring， 可是 bring 的时候，请你整句写对，因为句子不能犯什么错误，双 B 嘛，所以整个句子我删掉了哦，它就等于这样子 ，1 week 9 Natalie wrote， 记得变过去式 ，wrote a lot of pollen eggs to a mountain top， 整句抄上去，所以那个 one week 9 不用写的 ，Natalie 不用写的。是要知道的是把那个 went to 变成 wrote a lot of pollen eggs， 那记得会用花粉不可数，所以当然不用 much， 没办法数啊。所以他呢，因为要吸引他们上去了，所以他随身呢就带了很多的那个 X 花粉。我们这么讲 X 花粉，可是呢是 pollen eggs， 英文要颠倒。就有猫侦探，那猫侦探呢，你可以连在一起，你也可以拆开，那的确真的有。好，所以他就带着这些花粉呢上山了，叫做 zombie smelter。 这个 smell 呢我们也顺便复习一下，这个呢帮我写个5+5+2，这个呢叫做连缀动词，就是呢看起来、闻起来、听起来、尝起来、感觉起来等等，变变变变变，或者是似乎。那这些动词呢，它跟刚刚的那个什么 kill 这个字不一样，这个叫一般动词，所以你会发现它后面接的是名词，对不对？可是这种叫做连缀动词，连缀动词后面是不加 ly 的哦。连缀动词它强调是一个状态，所以它接的是形容词。所以这些僵尸呢，闻到了它身上的味道 ，and came for her。came for 呢就是去找它，简单来说就想办法，因为闻到它了嘛，那时候去找它，因为它肚子都饿了。在 Natalie land， 这个 land 呢，你写个 and land， 就是然后 let out the pollen。好，来把这个 the pollen 圈起来，因为这种叫可以和的片语，所以这样子嘛。可以变成 let the pollen out， 也对哦，可以分的片语就是可以放中间，它呢就释放出这个花粉，然后放到哪里去？ into the air， 写个到空中，对啦，在 in a minute， 所谓的 in a minute 当然不是真的一分钟啊，其实就是很快的，很快的， all the zombies died， 这些僵尸呢就懒得呼吸了，对不对？他本来就没呼吸，当然就懒得动了，好了，然后就嗝屁了。所以最后呢 ，Natalie saved everyone。他最后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就救了全部的人。OK， 下面的地方这个没有，先到这儿。好啦，那我们就继续，我们往前看92页的地方，因为这个还有一个东西还没有写到，快速看一下就好了。第一个叫做 castle， 所以金德堡美语有没有？他们就用 kids castle， 就是这个字叫城堡。那记得 T 不发音，快速看过就好，不需要敲我一个字讲。再
来下个单字呢叫做 gate， 这个字跟 door 有什么不一样？你们教室那个叫什么 ？door， 对，没错，所以两扇的那一种，那个就叫 gate。好，再来下个单字叫 queen， 可以叫这个字当一般名词，普通名词的时候是不用大写了。可是如果你真的强调说英国的女王，那其实就用 the queen， 那 queen 的时候我们就会大写，平常是不大写的。可是要请你旁边写一个东西，来，第一个叫做 queen of hearts。第二个什么叫 Queen B？ 我们现在啊都用 Q U E E， 然后把它大写变 B， 因为这个字就是这个 B。可是为什么叫 Queen B？ 有一首歌，一个女生，澳洲的一个女生，她写了一首歌，我现在想不起来那个歌名。等一下我找到再跟你们说。它里面歌词就有提到 ，She wants to be the Queen B。那 Queen B 的意思就是社交女王，也就是很多人都想跟她当。可是我们写的方式都是这样。然后空一个 B， 所以有没有发现称呼语在前面 Queen B 到后面 OK 啊、哦、还没完，还有，然后再来呢要请你抄的是，因为啊你们去住饭店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要求那个床要加大？会嘛，对不对？那个呢，对，叫 King Size。 可是因为现在男女平等，你不可以说为什么只能是 King， 现在有哦，真的叫 Queen Size， 就是把你的床size 加后面，这个就是加大的床。所以平常比如说可能是5×7，它可能就变6×8，这大概就是180公分×240公分，那个叫 queen size 或者是 king size。好，再来下一个单字叫做 drum， 要写一个东西，好吧 ？drum 呢就是鼓，可是呢除了 drummer 之外，请你帮我把这个写进去，乐器要加油。而且平常我们在打鼓的时候，大部分那个应该都不会走一个吧，就算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前面还一个，所以通常的 drum 呢应该是复数比较多。好，再来下一个叫做 piano。 那 piano 要知道呢，它是一种弦乐器，弦乐器呢叫做 string instrument。 这个 string 这个字就是弦还是弦，弦，好，弦哦，好啦。那乐器类似的吉他啦、小提琴啦、竖琴啦，你只要记得一个概念，乐器要加什么？了，没错，不要忘记的了就好了。真的会一个乐器是不错的啦，他觉得有时候真的心情烦闷的时候，把乐器拿出来弹一弹。然后呢，要知道的是钢琴家，刚刚 drummer 是鼓手，对不对？叫 pianist， 这个是钢琴家。那、我们会不会讲 piano player？ 少，叫少，所以叫 pianist 就是钢琴家。再来下一个单字叫下一个乐器，就很多人会咯，叫 violin， 会这个的举手。对哦， OK， 很棒，我很佩服你们。可是因为小提琴它的家族成员还有一个叫 viola 中提琴，还有一个叫 cello 大提琴。那你到了高中啊，如果你真的有上高中的话，你们的第五册第四课就会上一个国家的那个大提琴手。那那个大提琴手后来有跟马友友一起合作，那他有来，那他反正就是因为这样，那一刻就在讲这个 cello 这个字，有没有？好，再来下面 ，hello， 要知道的叫小提琴家，因为通常 ist 就是 st 通常是什么什么什么家，也可以哑啦，当然有一些是动词加哑。下一个就是我会的是这个而已，叫做 flute， 长笛。那一样，乐器前面要加什么？乐 ，OK。好，没问题的话，来直接看下面，请你一下开始写这个，三题而已。那我们就继续哦。下面答案我让他念一遍好了。Fill in. At the school play, the queen and the king are welcoming a young man. The school band is in front of the stage. Marvin is playing the violin. The one on his right is playing the piano, and the one on his left is playing the flute. Their music is beautiful. 好，记得哦，在人的什么人的左手边、右手边的这些词用的是啊，好 ，somebody's right， 啊 ，somebody's left。好，这个 OK 的话，我们就看下一页，这个答案都对过了，没错呗。好，来这个地方，这个要听吗？要，好。
A. Listen and check. Welcome to the Madison Castle. My name is Charlie Wilson, and I'll show you around the castle today. First, we'll pass the famous Garden Gate to go into the castle. There'll be many soldiers by the gate, and you can take pictures with those handsome young men. After we pass the gate, we will go in the castle, and we'll stay there for 2 hours. For sure, we'll not miss the most famous part of this castle, the room of Queen Eliza. There, you can listen to Queen Eliza's love story between her and King Gordon. Now, please follow me this way. A. Listen and check. Welcome to the Madison Castle. My name is Charlie Wilson, and I'll show you around the castle today. First, we'll pass the famous Garden Gate to go into the castle. There'll be many soldiers by the gate, and you can take pictures with those handsome young men. After we pass the gate, we will go in the castle, and we'll stay there for 2 hours. For sure, we'll not miss the most famous part of this castle, the room of Queen Eliza. There, you can listen to Queen Eliza's love story between her and King Gordon. Now, please follow me this way. Welcome to the Madison Castle. One. What happened after the black cat jumped over the zombie? The zombie woke up, got up, stood up, sat up, came back to life after the black cat jumped over him. It. Two. What did the zombie do before the sun came out? He ran after people, followed people, tried to hunt for food before the sun came out.